哎，5毛钱就这么多啊？这得有多了，这差不多有1块钱了是吧？老板肘子怎么卖啊？99块八三个，这么便宜啊？我们一个蹄膀是赚几块钱的吧？那这些托盘有多少个呀？这有5、6个。这个多少钱呢？不到200块钱。买这个能不能便宜点呢？可以啊，你要多少嘞？给我搞个5毛钱的行不行？5毛钱的啊？5毛钱的没卖过嘞。你卖一次嘛，找一次吧。行，我去找一下啊，看有没有啊。那我搞个5毛的啊。行。看你这好吃这么远哦，这么小块啊？这得有多的，这差不多有1块钱了是吧？那你帮我打个包吧。那行，好，打个包。能不能来点卤水啊？嗯，可以，卤水可以，免费的啊，送你。再来一勺，好，可以。再帮我打个包。够了吧？啊，够了。好，打个包。啊，有没有餐具啊？有，给我装个餐具，装个手套啊。好的。有没有什么料什么的呀？送的料。有，辣椒油。哎，我来2个。好。我听说你们家买肘子还送了那个狮子头是吧？送过。你没有送啊这个？你这5毛钱的送不起，送不起了是吧？哎，我下次买这些盘能不能送了？那买这个可以。好，那可以，下次我买这个大的啊。好，来，5毛钱给你。好。